开始了哈，这个是2014年哈，我们你们可以拿相机没有关系，是我们清水中学高中第九届是吧？高初中第九届的同学会，有的人已经56年没见到了，现在挥手的是我们以前班上大美女蔡美莲，啊，这个是钱明清哈，还有那个谁，美珠，朱美，美珠还是朱美？朱美哈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清水加油站，那这一次哈最得力的那个召集人是这个 IB 跟他先生哈，啊，那这个是我们这里不乏人才哦，蔡校长哈，这个还有这个是将官少将退役的，认得他已经退役了，很划不来哈，这是香华，这是石兆辉 ，OK， 那你等一下，我自己反过来照我自己一下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不要照好了，就这样了哈，停了哈 ，OK。